唔係㗎，班長，班長，哎，賴虎啊，你在那邊叫叫叫叫叫叫什麼東西啊？我告訴你啊，我不是孫排長，我不會幫你泡牛奶的，你死心吧。你过来啦，我有事要问你啦。我真的没有东西给你吃了啦。你坐了，班长，我今天看到士官长跟你讲话的眼神变得完全不一样，哎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赖伟，你很奇怪，你今天没事关心我的感情生活干嘛啊？莫名其妙。该不还是喜欢那个刘慧欣吧？没有啦，班长，我只是最近感情上面碰到一点瓶颈。瓶颈？你根本还没开始，哪来的瓶颈呢？莫名其妙，不想跟你说，我先进去。等一下，等什么啦？我不会跟你没啊，我好好跟你说，赖虎，你用客观的角度来看，我跟司官长有没有可能？那今天讲完话之后呢？好像又有了。对嘛？那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？因为温到底有没有来，你就没有情敌了啊？不是这个样子的，赖虎。难道你没有发现，我通知了审讯中心之后，做事情都比较认真，而且关心自己的事情比较多吗？我每天在操课场上操课的时候，都很认真。你有看到我马马虎虎、嘻嘻笑笑的吗？没有。那是因为。你都是要做给士官长，做给士官长看。自己不是把答案讲出来了吗？你那么聪明，自己想一想就好了。我比你来，我咬个嘴。你看我，长得这么胖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做错。赖虎，这跟身材一点关心都没有。你自己扪心自问，你从进来审讯中心之后，你在操课场上有认真过吗？教官在上课的时候，你有用心的听吗？啊？没有。对啊，那你为什么不认真一点呢？试着改变你自己一下，做给自己看也好嘛。相信我，认真，认真的男人最帅。我跟你来啊，慢阿玉啊！可是班长，麦哥，可是啊啦，我知道你心里在讲什么，对你来说很难，但是你要试着改变你自己。我晓得，牛啊，迁到北京还是牛。还有一句成语叫做“愚公移山”，对你来说也不适用。刘慧欣的事情，你不要去想，你追不到他的。卖龙会裂青春啊！啊，你就可以浪费青春追求士官长，为什么我不可以？因为那不一样。赖虎，用你脑袋好好的想想，你看看我跟士官长，两个还有最基本的关心。可是刘慧欣她有关心过你吗？啊，对，你是有背过她，可是她也是被逼的啊。你们两个在同一个连队上，还不是一样有话吗？你们有交集吗？你减肥减得那么辛苦，她有关心过你吗？你相信我啦！还有上次你昏倒的时候，我有在注意哦，因为你昏倒你没看到，但是我有看到，他没有关心你，真正不跟你关心呐。班长，原来你有在帮我注意他哦。我不是帮你注意，也不是你只要买注意在做啊，我是你自己在注意，伊无跟你关心。赖虎，去多关心些那些关心你的人，哈，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。我你来，真正帮他就坐，等一下坐一坐，你赶快进来吧。